谢谢谢谢，是塞下诺他们诺西欧基西德嘛，所以日本这到处都有水呢，但是你不能随便用人家水去洗你的车，在公共场所洗车不行。哇，所以草地说是有虫子，有草就有虫子，有虫子呢，这个土壤就能够松，能够肥沃，土地肥沃，土壤就啥呀？土壤松软。啊，那边有狗呢，你就从这下去了，再看一下这，哇！这离远看像十字架呀，这是等于多少米呀？这是倒走多少1600米的地方？嗯，哎呀，这边也是球场，看这球场有多少，到处是球场。嗯，对于日本这个孩子们的体育运动的足迹。哎呀，这小小绿花，那不是紫色的花，紫色的花。真漂亮，紫色的，淡紫色的，小黄的，大黄的，哎呀，真是地毯呀！就自然的这花，看这小黄花，自然的花还是比人为种的漂亮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！哇，好看。这球场，球场漂亮。啊，这是可爱的小狗。训练狗狗交盘呢。那个那边也是，雕像。你们体力量不够。
狗比人好。1800米，可能就顺着这个跑道。那个是个，那个在花里边多漂亮，它们多漂亮，这风景多漂亮。太漂亮了，这蒲公英花开的，哇，这边蒲公英开的更棒，好听的蒲公英，もっとすごいね。ここは有期要有事先申请的，不能随便进去的。是收钱的。你要在这地方搞什么活动的话，哎呦，太美了！哎呦，你看这蒲公英开的，看这蒲公英开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对面那个柳树，蒲公英。那边有一对儿在玩狗，在给狗训练狗雕盘呢。哎呀，这边有柳树，在日本柳树比较少，不像到在国内的话，到这个季节那个柳絮飞扬啊。啊，从那边，刚才不是那开始跑步的地方，到这是1900米，一眼看像十字。是，就是个路牌。哎呦，这蒲公英这个季节真是，哎呀，蒲公英的生命力真是厉害。看这边又是，这是等于汽车不能开过来。哎呀，这原来有树的那种松树松柏锯掉了。哎呦，你看这边还是这个蒲公英，开满了蒲公英，太棒了！你看这。哇，往那边一看，真是鲜花盛开呀、啊！哎呦，这鲜花开的，这像地毯一样，太棒了！哎呦，这是芦苇、柳树。哎呀，这边柳树比较多。哎呀，啊哈哈哈！哎呦，这边的松树也可爱呀、啊。漂亮，哎呦，这椅子也看起来是休息很舒服的地方。哎呦，这边也舒服呀！你看这边的，看这边的风景，待到这心旷神怡呀、啊，真是心旷神怡。哇，这微风吹着，哎呀，小鸟叫着，哎呀，真美啊！满地都开满了鲜花耶。哎呦，这还是这干嘛呢？这是大人用，这是跷跷板吗？嗯，可能是跷跷板。对，哇，就是在这这样看，跳来跳去的练平衡呢。大人用，孩子不能用。啊，这边是那个，从这上边走过去。啊，哇，晃动呢，走过去。哎呦。哦，在这休闲的地方挺好的，在那跷跷板上走一下，看你有胆量走吗？哇，这地方太美了，这地方是樱花，看前面那树是樱花树，等于樱花已经开过了。哇，きれいね。本当にきれいですね。すごい。気持ちいいね。哇。啊，ここも有料だね。啊，在那绳子里边不能进去，绳子里边不能进去。嗯，要事先申请。哎呀，里边漂亮啊！
看这里边搞得那么漂亮啊，这块是樱花，哎呀，这种老的樱花树叫上那个染井吉野樱，开了特别漂亮。哎呀，这边是那个，哎呦，你看多漂亮！对对，就是，啊，就是，哎，嗯，对，你咋去了？没出来，那头在那头出来，这现在往里走呢。啊，那边是北，现在往南走了。哎呀，走树林里吧，走树林里舒服。